它是我们的吉祥物海象 Words。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去年参加工业局台湾品牌耀飞计划的成果发表。我们希望透过海象精神耀升国际。大景蚌埠，顾名思义，我们是研发、生产、销售蚌埠的公司。那什么是蚌埠呢？我先用一张情境图跟大家介绍一下蚌埠跟你们用水有什么关系。自来水厂会透过水管，然后把水送到你家下那个建筑物下面的水柜。一般在水柜的旁边会装一台叫做抽水蚌埠，然后把水抽到屋顶上的水塔。那水塔旁边呢会装一台加压泵埠，再把水加压到您的水龙头或是联盟头里面。那右边如果说您的大楼用户比较多的话，可以加装马力比较大或是扬尘水量比较大的泵埠，这些都是叫做泵埠。大家比较常听到是马达，马达不等于泵埠，因为马达只是泵埠的动力来源，然后水会经过泵埠的其他的部件。所以因此水路经过的零件是否不生锈抗菌就会影响您用水的品质。好，那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装加压泵埠呢？如果厨房在用水，那你发现你洗澡的时候水会忽大忽小忽冷忽热，那你们就需要加装加压泵埠才能让小朋友洗澡这么快乐。那泵埠不只是用在您家的用水，其实像大型的空调系统、工具机、车销，然后还有养殖渔业，还有造景，都会用到泵埠。其实泵埠就有点像是您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在用水的场合的时候，它无所不在，它是一个那么奇妙的装置。那大景泵埠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大景泵埠我们现在有国内外总共超过100项的专利，然后有美国、英国、欧盟6项的国际认证，我们有通过国际认证有马达跟泵埠双动实验室，我们得过6届的台湾金品奖，然后还有我们的产品运用在8大领域，现在我们设有24小时的数位客服系统。我们的研发团队有超过30人，我们在产业界已经有54年的经验了。大景泵埠透过微笑曲线串联整个价值链，这就是大景泵埠。我们为什么要优化品牌？现在您看到的这个 logo 是我们在2012年跟经济部申请的品牌计划。这8年来，我们透过这个新的 logo 识别，运用在展览、还有广告、杂志上面。但是这个运用过程中，我们在品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遇到了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8年来我们还是陆续有新的产品导入，所以你会看到新的产品我们用的是彩盒，然后是一个新 Wallers logo， 但是旧的产品呢我们还是用旧的纸箱大景泵埠的品牌，然后造成其实消费者就不清楚说大景跟 Wallers 到底有什么关系，造成混乱。好，第二个问题是大家看到这些就是我们大的看板或是 DM， 发现全部都是产品导向。那如果消费者不知道泵埠跟他有什么用水关系，其实他看到这些产品是无感的，也没办法跟品牌造成联想力，然后减少顾客的关联性。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几年数位行销的需求增加，在2012年的那个品牌识别系统没有办法满足现在的使用需求，而且缺乏管理工具，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决定我们的品牌要重新 rebranding。很高兴我们找到普罗团队来协助我们一起申请工业局的台湾品牌耀飞计划。我们得到非常好的收获。那现在跟您分享我们做了哪些事情。第一个，我们的专案名称叫做 Wallers 大景耀升国际品牌优化专案。我们透过4个阶段来进行这个计划，从前端分析、品牌策略基础，然后品牌识别策略跟品牌管理。在前端分析的部分，我们总共举办了内外部、国内外客户跟消费者总共28场的访谈，透过这个访谈了解我们竞争品牌跟自己的产品分析。然后第4个阶段，我们会透过品牌识别系统来进行教育训练，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最主要就是针对品牌策略基础跟品牌识别策略这两点跟大家分享。透过一场品牌共识会，在普罗团队的引导之下，我们品牌策略小组讨论，经过讨论之后，萃取出这五大品牌策略基础，有愿景使命、品牌定位、核心价值、品牌主张跟品牌个性。这是我们的愿景使命。Worth 大井蹦埠定义了水蹦的价值，是水到之处的最佳选择。人们因而生活更美好，城市与环境永续发展，这是我们的使命。然后我们的核心价值是阳光的、共好的、持续精进的。去年我们在进行 rebranding 的时候，因为全球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所有的商业活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因此阳光的正向乐观发挥价值对我们经营团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自己的一个价值。然后更好的跟持续精进的，因为商业活动有些受影响，所以我们的产能会大于我们订单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没有放无薪假，就是同仁如果有多余的时间，我们就用来上课，所以我们更好的串联彼此，共创共荣，然后虚心进取，迈向卓越。所以这个核心价值，阳光的、共好的、持续精进的，其实在去年给我们非常大的支持跟鼓励。我们透过核心价值，还有我们策略，核心策略，所以我们把它导入到品牌要旨，是注入创新，涌出美好。其实 Better Life Through Innovation 这个在2012年我们已经有的 slogan。那其实 through 的意思有穿越跟通过的意思，如果我们直译的话就是注入创新让生活更美好，那所以我们就把它转译成这一句，注入创新涌出美好。那注跟涌都是水步，所以其实跟蹦埠把 水经过蹦埠然后加压出去，其实会有很好的联想，所以我们非常喜欢这一句，注入创新涌出美好，也作为我们之后在设计的一个基础。我们现在产品就以客户端来思考我们的品牌策略，所以我们把它整理出八大产业的类别，为了因应之后数位行销运用比较方便，所以我们设计了八个 icon， 有营造工程业、农渔业、制造业，还有住宿餐饮，还有客制化的服务，之后让行销同仁在使用上更方便。而我们的品牌定位，之前大井蹦埠跟 Worth 比较定位是在内销台湾的部分，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 rebranding， 让带到亚洲市场，然后到全球去。那之前我们在研发的时候都比较以产品来出发点，但是现在希望透过八大应用的领域，可以让我们更贴近消费者的需求，所以我们的品牌定位就往运用领域跟全球化移动。在商标的部分，因为透过前端的分析，我们内部跟我们的客户都很喜欢我们2012年优化了这个 logo， 所以这次我们就没有做太多的变化，我们就只有把海象的那个线条把它加粗，然后强化它象征的符号，然后颜色的部分我们让它更明亮化，然后字体的部分我们就让它往前倾，就好像 Worth 带着大井蹦埠走到全球那样，我们很喜欢这个改变。水蹦不能没有水，然后海象不能没有水，所以我们就加了洋流的辅助图形，就带着海象跟大井蹦埠走到全球去，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洋流辅助图形。当然吉祥物是很重要，那左边我们原来的吉祥物的姿势都很固定不动，但是在透过这次优化过程中，我们也让吉祥物它本身的姿势能更灵活，然后更有弹性，之后在运用上可以更活泼，这些就会运用在我们的服务手册跟销售手册上面。好，整合了以上的这些元素，我们就制作了一支30秒的形象影片，现在邀请大家一起来观赏。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除了制作这支30秒的形象影片之外，我们还计划了品牌再造活动的3部曲。第一部曲就是我们举办了2场核心价值的传递营，让同仁知道什么是阳光的、共好的跟持续精进的。第二部曲是举办品牌再造发表会，今天这场是我们第一场正式对外的发表会。然后第三个部曲是对内外推动品牌，我们会透过电子报或是对外 VR 的沟通上，让内外部了解我们这次品牌识别的精神。顾问带我们透过3个游戏来了解什么叫做共好的、阳光的跟持续精进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阳光的这个游戏哦。顾问先帮我们分组之后，然后就发个眼罩给每一个人，然后我们就是把眼罩戴起来，眼罩戴起来之后就把拼图发给大家，要大家把拼图拼起来。哦，很难对吧？对，很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手上拿的那个板子到底是什么形状的，那每个人拿的板子也不一样，那怎么去拼？其实我亲身参与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它真的很难，因为当你说你要一个直角的、什么弧形的、什么形状的，然后你会看到大家手为什么要压住？因为如果你拼好了，你不压住，那我们都戴着眼罩，其实看不到。我们就会把图形拼好的图形又弄乱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整个游戏大约快1个小时。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度我自己都想放弃，因为我对这个图形比较不内，就是这个拼图比较不内行。但是当我听到我的队员跟我说，我拼好了，我2片拼好了，我找到了。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让激励，就是让我们觉得说可以的，我们是可以把它拼出来的。所以大家就会 enjoy 在这样的游戏里面。其实我就突然那个什么阳光的那个就把它启动。就是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就在旁边当啦啦队，就我们可以的，大家加油，我们一定可以把它拼成的。所以在2场的活动里面，其实我们都有组别把它拼起来。然后拼起来之后，大家真的非常有成就感，所以这个游戏让我觉得，其实虽然很多事情现在未来到底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清楚，但是只要我们有正向的、乐观的，然后发挥自己的价值，我相信我们可以继续带着54年的大井蹦蹦继续往前走。然后上完课之后，你看大家的脸上都带着阳光的笑容，我觉得这2场的核心价值的传递营，真的让我们收获非常的大。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个 VI 的识别，然后陆续会导入在广告、还有服务手册、DM， 还有一些展览上面。是的，我们希望大井蹦蹦能够注入创新，让每个消费者跟客户都能有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这次品牌优化得到非常好的心得跟收获。非常谢谢您的观赏，谢谢。品牌台湾，绽放全球。